这个身材算是特殊型号的身材。我们经理装备呢是要特别申请，麻烦的。你不知道营区外面有很多军用旅店吗？你就带他去买一双就好了。那现在怎么样？要我全吞了？两只小布哎，这严重影响到我留营跟晋任哎。现在等到东窗事发了，人家都去申诉了，我今天才看见你要申请公文，你简直是胡来。没关系，会申诉者，我也有我的办法。手机坏了，没办法换钱，所以才赶快拿来这边给教官。我要卖他的手机干嘛啦？你们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说不定是换钱。什么叫我们这种人？就是你这一种人。曹伟，我先罚你一个小时爱校服务。另外，从103年起，将委托民间学术机构办理军中人权现况及满意度问卷调查，以求客观数据改善官兵权益保障工作的执行方式。是这样。那在可预见的未来，我们将采多元开放态度，加强与社会人权团体的接触交流。反正他们都觉得我们是坏学生，没用的。我把捡到的手机送去教官室，就会被当成小偷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颠倒是非的事情？这是1985申诉电话，本来就是要给官兵解决疑难，或者是找到冤屈时的设立。不要跟我去了啦，胆小鬼！海尼，走，你去找教官。走。我存在的价值，就是可以在任何时刻想到我能够替他们解决问题，就像老婆你服务的单位一样啊。全保会？你说是官兵权益保障会？是服务官兵保障权益的防线呢、啊。